成吉思汗在征战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是斤两。这个都是后腿肉，肌肉比较多的，它的纤维素比较大。今天做几斤？做的话100多斤、200斤，它没办法做很多。这种传统的东西的话，没办法做太多。这一步是切小块加去油。大部分来说的话，老人啊、小孩啊，他会吃。这些人的话，消化系统一般来说会差一些。那你油越少的话，它越容易消化。给宝宝当主食的话，必须得去油啊。我们知道油不容易消化。现在炖肉炖多久？这个炖要炖15个小时，然后这个中间的话要稍微给它弄开，弄一个缝，拿一个肉汁炖下去。对，再加一点点水，因为等一下这个肉汁也是要来炒的哈。对，我大五的，我是第四代。哇，喝了喝了！以前你们家能做这个，说明人家有家底，你的祖先啊。我们以前都创业，这个算是高成本创业。黄奕柱，不知道你没听说，鼓浪屿上面的别墅都是他建的。他们以前的话，我爷爷奶奶的话就跟他们一起去的是下。难怪你们会做这个，在那个年代吃这个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。你们是直接在锅里倒那个？对。做肉中一定要把这汁一起炒，吸进去才会鲜甜。对。小火慢慢炖，盐、酱油，让它不加。加一加，炒一炒。对，就是现在把汁全部把肉吸进去，这样子它味道很鲜。肉嘛，把汁收进去。等一下盆中是要捞点起来。对，这要分两三次炒。文火炒的话，基本上是炒2个小时。不能太大，怕控制不住。如果说鲜肉和冻肉，冻肉的话你炒太干了，它就纤维就不对，这冻肉它就变成粉掉。对啊。返乡之前的话，我是做钢琴调律师，反差有点大。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话，在北京的话不开了那个演奏会嘛，当时里面的话，钢琴的话就是我也参与调。这么高端人才，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啊？子承父业嘛，是吧？好像有变多一些的，有盆中起来，把肉炒成盆中，这有点像做鲍鱼的感觉。对，它会长。小时候不爱吃饭，有这个东西，那说明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。我控制不了，每一锅颜色也不一样。没有办法，没办法。手工的东西的话，它有相近，但是没有相同。变的是颜色，不变的是味道。要炒到脆掉，炒到怀疑人生，太好吃了。最后的肉中成型是手一戳它就碎掉了。对，肉中有嚼劲才是真肉中，没嚼劲都是加完豆粉，因为它有纤维嘛，你肉质纤维不可能做到什么入口即化。现在肉中自由了，夹起来就很酥了。哇，绝了，又酥又鲜又甜，好吃，很酥，而且甜，肉香味，绝配，而且冷藏很好。一罐150克，能放多久不会坏？装瓶的话，放常温的话可以放半年。我感觉塞得好紧啊！塞紧一点哈、哦，它这样子的话，它运输的时候它不会起球。这个粉果是黄桃的，黄桃，它这样子干净卫生一点。我们做这个的话哈，5-6斤剩1斤。